哎呀，李乐啊，唱的太好了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唱的这个感觉跟我想象的意境是一模一样。哎，这曲子谱的好啊，有才华。梁老师，这曲不是我谱的，早就有了，我只是唱了一遍。不管谁谱的吧，以后在课堂上一定要唱啊。嗯，好啊，我可以唱，但是我也有个要求。你说什么要求？咱们迎新联欢会的时候，你也得唱一首。我就不唱了，我唱歌跑调。老师，我觉得您的声音，特别是高音，特别适合唱女声。我反串？对，李玉刚的歌特别适合您，真的。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徽州有佳人呐，有了。吃个苹果啊！我不渴啊，不吃了。梁老师啊，好了，吃个吧，吃个呗，吃个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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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。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举杯明月共此天。爱恨两茫茫，问君何时灭？哎，梁鸿明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？你没有意见，怎么了？你要没有意见，我求你件事行不行？啊，你别再唱了，再唱我就死了，再唱我们俩就因为这个离婚了。你看你这素质。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宽容的女人。去，我们要搞联欢会了，所有的老师都觉得我这反串唱得好，让我好好准备准备，表演一个节目。你们这些老师就是害你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让你唱李玉刚啊啊！你这不是自残吗？你等着吧，明年你们师大招生率下降一半，没人敢来了。他们都说我唱的不亚于李玉刚，知道吧？你这。你家庭妇女对这个艺术根本就不懂得欣赏。你得了吧，我天天看电视，我怎么没有艺术修养了啊？不许唱了啊！你再唱，我拿拖把给你堵上你嘴。啊，行，我不唱了，不唱了，行了吧？哎呀，我现在啊，让你给我搞的，我现在真是黔驴技穷了。本来想着好好准备准备，到时候一展歌喉，震惊四座。现在完了，你说我怎么办吧？因为他们不知道你跳舞跳得好。哎，对呀，你为什么要唱歌呢？你干嘛不跳舞呢？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追我的时候，天天带我去那个？舞厅跳舞来着。哎呀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现在能跳吗？我这老胳膊老腿儿，到时候再折了。这有什么不能跳的？跳一个。哎呀，别，当初啊，是当初。哎，来，小点声，不上了。长前奏，好几个八拍呢，快点！最重要的是跳舞是面部表情，来，走。
唱的真好，真的，每句歌词啊，那都连着心呢。来坐。你来就会说这两句？当然不是了，来喝酒。你一个人来的？那个大教授呢？人家是教授，对吧？手不释卷的主，人家怎么能老来酒吧呢？嗯，怎么了？你想让他来啊？没有，我随便问问。哎，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哥，表哥。哦。那个后来那几个流氓没再来骚扰你吗？啊，没有。这个今天我来啊，想求你个事儿。我？你有什么事能求我呀？这事儿啊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帮我。徽州有佳女，微波通蝶梦。皎皎颜色好，翩翩若惊鸿。你写的诗？你先别管是谁写的，你觉得这诗还行吗？特别有味道，看得出来写的是一个大美女，而且是我们徽州的，对吧？写的就是你。我？开玩笑的吧？我像开玩笑吗？你看不出来你还会写诗？你哥教你的？他怎么没来？你别老提我哥行不行啊？实话告诉你，他是我们班主任。不会吧？真的？这么巧啊？这世界真够小的。这首诗啊，是我专门写给你的，送给你的啊，你可别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吧，他觉得我给别人写诗，我怕这事儿显得特傻。我还是不太相信是你自己写的诗。那个，我觉得这诗他有了，对吧？但是他缺一个曲子给谱上，然后呢，再由你唱出来，这样就完美。我试试吧。那这。服务生，两瓶啤酒。哟，你小子让我在这儿逮着你了，有钱都是来逍遥，赶快还钱。没钱？甭跟我扯，没钱，没钱回去给我打工还债去。跟你说了没钱，下次给你。放屁，今天就得给。你有完没完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姐。哟，你他姐呀、啊？那赶紧好，你替他把这账还了。他欠你多少钱？2000，还没算利息呢。你先别闹了，我就在这酒吧唱歌，你回头随时来找我拿行不行？好，你说的哈。下次就来找你。早知道你在唱歌，我就不来了。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。不用你管我。李果，我去看爸爸了，他特别想见你，跟我去找他好不好？我不去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别生爸爸气了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李乐，不生他的气，我是生你的气。要不因为你，他能坐牢吗？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？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你不就是因为他是你继父，你才这么做的吗？你胡说！我一直把他当我的亲生父亲。别跟我废话了，我走了。你滚！干嘛你？跟你姐说话呢。那你谁呀？你关你屁事儿啊！你给我站住！走不走你？不是，我刚才听了一嘴啊，你继父怎么在牢里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打了人，我劝他自首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判了几年刑，赔了几十万。那你母亲她在哪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累了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哎，李乐，那个这首词拜托了。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咱们到底几点下班啊？是5点1刻还是5点半？5点半啊，现在还有20分钟呢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老公他们那个新生联欢会，我想过去看看，他们开始了应该。那你就去看看呗，那不是还有20分钟吗？他不是没下班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坐着也是坐着，又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去呗。要是有人来了，我就跟他说你上厕所去了。真行啊！当然行了，去吧。谢谢啊。
说啊，这个我拍完明天发网，肯定巨火，不是粉丝肯定得暴涨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看梁老师跟李乐绝配，你这发网不好吧？哎呦，有什么的，没事。半天还不够，还要回家嘚瑟。那怎么是弹琴还不让啊？你那是弹琴吗？你那是弹情吧？三十好几了，还把自己当文艺青年，当小帅哥呢？知识分子，注意点影响啊！有话就直说，别阴阳怪气的啊！有话憋着，人容易老。我老了，你就可以不要了呗？你去找那些二十多岁的小姑娘，多好呀，水灵，嫩的。不知道说什么，你不知道我说什么吗？你别给我装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为人师表，你当着那么多师生，你跟女学生眉来眼去的，你以为我没看到啊？我都不知道你这脸往哪儿搁，你不是最爱你那面子吗？你这会儿怎么不要脸了？你监视我呀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哦，去看我们联欢会了。别人去联欢会都是看节目去，你去联欢会是去盯你老公梢去了是吧？不行吗？那是演节目，那是演戏。你看看人电视上那演戏，哎，又搂又抱又亲嘴的，真封建。好，我封建。你意思就是眉来眼去还不够呗？你还要去搂搂抱抱亲亲嘴巴？你有本事你就当演员去。我要有那本事，我还在这教书挣这仨瓜俩枣呢。怎么没本事啊？你天天的一天演一个角色啊，又是陈世美又是白眼狼，你出神入化呀你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真是！以后啊，谁再找我演节目，就仨字儿，没档期。起，睡觉吧啊！呀，行了，那都是学生，在我眼里啊，那都是孩子，怎么可能呢？像我老婆，就喜欢我老婆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是不是？来，大气的睡吧啊！呀，快去！哎呀，快睡吧。节目真好，还行，梁老师好，还行，梁老师好，哎呀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呀，哎，人呢？啊，院长呢？院长跑步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哎，今儿个就你们仨啊？啊，啊，米子梅。你呀，一会儿帮我把下个月的工作任务交代一下。最主要的事儿，就是在教育厅来检查之前，让大家把这个教案准备好，好吧？如果没有的，现编也得给我编一份出来。弄虚作假了。哎呦！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，没说什么。有胆子说，就要有胆子承认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就说这事儿。有点弄虚作假。哎呦，米斯特梁，你在高校待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吧？什么情况你不了解吗？哼，你说，我们要是申请不到经费，没有课题，是吧？也没有项目，你让我们大家喝西北风啊？反正我是没教案啊。我们这是大学，又不是中学、小学，我们这些老师也没有时间写那些教学目标啊、教学方法呀、教学措施啊，而且写了也没有意义啊。梁鸿明，你不要以为上面有人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不把谁都放在眼里。你的那点个人爱好，我管不着。不过，只要涉及到文学院，是吧？涉及到学生，我张之野是不能不管的。哎，院长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和我的学生怎么了？你到学校网站去看看。我还是奉劝你一句，做人有的时候还是要低调。
啊，米子梅，今天的会我就不参加了，我要去见校长去。啊。干嘛？他不开，你也不开啊？嘿，咱俩散会。什么？请问是梅老师吗？啊，你谁呀？哦，我是梁鸿明的爱人。那个，我来帮他领一下那个青年教师住房申请表。哦，梁夫人呢？就学校那破房子，至于吗？真是头破血流的。表我可以给你，但我告诉你啊，没戏。管他有没有戏，那得申请啊。你就先把表给我呗。哎呀，我们家那梁老师啊，现在可是学校风云人物啊。那联欢会上跟那女学生是又唱又跳的，学校的风言风语还不少呢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他在这个联欢会上表现挺好的呀？我倒是看到一个女老师。还露着肚皮，跟人卖弄风骚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说他呀？啊，那什么，张院长找他要教案，他也不给。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这样的老师。我们家的梁老师做事就是认真谨慎，他写好了肯定会给你的。我回去催催他。梅老师，你就行行好，把你的表给我行吗？拿着吧，填好了交过来啊。谢谢。多此一举。迎新生联欢晚会那天，我是不是太高调了？不高调。我觉得很高调啊！我现在那个视频已经在网上挂着呢，点击率1000多呀，转发800多，比那娱乐明星还娱乐呢。谁给我挂上去的？伟星，我不让你录，偏录，你要是生气了吗？我哪知道那么火呀？嘀咕什么呢？有话站起来说。是谁干的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老师我心胸很狭隘啊，如果一旦让我查出来了，我饶不了他。到底是谁？梁老师，那是我，但是我没多想，我真没多想。不，你一身疙瘩肉怎么着你啊？还不想承认啊？我承认。是我干的，我错了，老师，错了，这么容易就认错呀？你先坐下。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啊？现在是新媒体时代，你想把我的视频挂在网上，没人拦着你。但是拜托你，你能不能给我想一个贴合实际的名字？什么文学院金童玉女珠联璧合呀？啊，笑笑笑！我跟李乐，我们俩珠联璧合。你说人家李乐是玉女，这有人相信？有我这容颜的金童吗？有有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常说，对吧？读书人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你们在座的这些读书人啊，一定少关注一些八卦，别今天这个上头条了，明天那个上头条了，后天谁谁谁又没上上头条了，啊？笑什么笑？少关心这些八卦，多关心一些社会的民生问题，这才是我的学生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上课，把书翻到第48页。梁老师。哎，李乐，梁老师，网上关于咱俩的流言蜚语这么多，我就是想采访一下你，你什么心情啊？哎，天上飘来5个字，那都不是事儿。您真的这么想得开啊？
哎呀，就你老师我这样的，谁得意我谁稀罕我。我得意您呀，我谢谢您。行了，别开玩笑。真的。对了，以后酒吧的那种地方能少去，尽量少去，没什么好人，啊。女孩子，你得懂得照顾自己，珍惜自己。嗯。行，我走了啊。杨老师，再见。哎，老胡，给我看看。这是真的吧？我找人见过了，真迹无疑。一轮啊，太好了！哎，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哎，你小子从哪儿弄的？我一个朋友破产了，弄了一堆东西，说是要抵债。我一看我就看见他了，这不，给你顺过来了。你别忽悠我啊！是不是你在哪儿花钱买的？抵债，抵债，真的是抵债。抵多少钱？回头我把钱给你。干嘛呀？我又不喜欢，又不懂。你喜欢你就拿着就完了。别跟我废话啊！这是我的原则，咱别在这事儿上费口舌，行不行？行吧。我多少钱收的，多少钱给你，好吧？我再给你1%的中介费啊。您怎么说怎么是吧？哎，何事长，我给您看个物件啊。刘一伦的字儿，啊！哎呀，尺幅这么大，这可是真品啊！不会是假的吧？不，我找专家鉴定了，真品，绝对的真品。哎呀，好字儿啊，真是好字儿啊！不愧是徽商一绝啊！这是多少钱呢？何事长。您看，您是两袖清风，从来不收任何礼，但是我知道您是真喜欢这字画，对吧？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，这样，您呢从您的那物件里吧，您挑一个给我，咱俩呢就算换了，您看这样可以吧？所有的字画，随你定。那些吧，我都不想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跟您求一幅墨宝。嗨，我那些字哪能登大雅之堂啊？我跟您说啊，咱们整个徽州上上下下几千名干部，但是就您的字儿最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的字儿有风骨。哎呦，风骨谈不上，哎，有点风格就算不错了。不不，您看刘一伦的字啊，花一些钱，那还是从市场可以买到的。可是您的字呢，他花多少钱那都买不到。您跟我换，您亏了。呀，那我就吃了亏啊！改天我沐浴更衣，好好给你写。不急不急，嗯，什么时候您有时间，您就给我写一幅。那您慢慢欣赏，没事，我走了。大仙儿啊，我得谢谢你，这件事办得漂亮。啊，我走了，走吧。好。
唱的真好，来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对呀，来听你唱歌啊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真酷。喜欢就好，送给你的。这礼物我不能收。不是，我想啊，你看我写的词，配上你做的曲子，然后呢，由你来用这支麦克风把它唱出来，这就完美了。你真会恭维人。李乐，我喜欢你。喜欢这个词有点重，我现在没想交男朋友。那我去唱歌了。哎，这首歌献给送我礼物的人。骗子，你跟他去美国你会后悔的。是，我是后悔，我后悔嫁给你，我后悔毕业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酒，我后悔我没有勇气去追求我爱的人。我爱你，王梅，真的我爱你。这两个字太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想起这句话？结束吧，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。失去了你也是种获得，一个人孤单围墙不隔。每当我深夜辗转反侧，回想着你流成河。离开你也是一种快乐，没人说一定非爱不可。前两天我特意强调，这厅里要下来检查，让你们好好的准备教案。可是呢，就是有个别老师说我弄虚作假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结果怎么样？徽州师大文学院被通报批评，亘古未有啊！老师们，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啊！米斯特梁，你来跟大家解释解释。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我说过了，这弄虚作假的事儿我不干。梁老师，虽然平时我和张主任有分歧，但今天这话就是你不对了。梁老师，您也同意我弄一个假教案？我不是让你弄一份假教案，
你得真教案呢，给学生上课，没教案怎么行啊？不许教案的老师是失职，是懒惰。Mr. 梁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根据我们的决定，也根据你最近的出格表现，暂停你的教学，停止你一切对外的学术活动，以观后效。不是院长，你怎么处分我都行，你不能停我的课呀！你还好意思说上课？我知道你有个性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这里是在大学，你得遵守这里的规章制度。就像你这种蔑视课堂的老师，哼，我们可是不敢用的。哎，要不我们大家举手表决，看看大家同不同意对你的处罚？吃饭呀？嗯。您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哎，没事儿。那待会儿吃完饭，我们一块儿回教室吧。下堂就是您的课了。玲玲。嗯。那个这段时间，老师的课由燕老师带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我被学校停课了。停课？为什么呀？上面来检查工作，我没有按时交教案，没写教案就停课呀，不公平！那怎么不听那些上的不好的老师的课呀？我替您申冤去。李乐，坐下，坐下。李乐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就好好上你的课啊。哪个老师教都一样，再者说燕老师教的也非常好。可是我们喜欢上您的课呀。吃饭吧，老师吃好了，我回家啊。梁老师，秦姐，秦姐，哎呀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们家梁老师被停课了。停课？嗯，不可能。哎呀，我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我听见你们梁老师跟学生说他被停课了。不是，他为什么停课？他怎么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现在我们会师大都传遍了，说你们梁老师是我们会师大历史上第一个被停课的老师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要不你去问问梁老师，说不定是个误会呢。他还在食堂吗？我刚才看他从食堂背着包走了，可能应该回家了吧。行，那我去问问，你帮我看着点。你赶紧去，你赶紧去。好，我尽快回来。哎呀，传那个臭啊！脚太黏，门柱没有站人啊。梁鸿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梁鸿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，你有没有把我当老婆？哎呀，你让开点，我看球呢。你看什么看呀？你都已经被停课了，随时就被开除了，你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瞒你，是怕你担心。我这不是担心，我是闹心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我最后一个知道。你别着急，我这正想办法呢啊！我能不着急吗？我，啊，现在多关键呀！学校正在申请房子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被停课了，那这房子还申请个屁呀！那我也不知道张之野就真给我课停了。你说我，还跑到你们系那梅老师那儿死皮赖脸的要了一张申请表，你说这不是白要吗？那谁让你去找的呢？我让你去找的。那我不是为我们好吗？你这人真是。哎，你现在赶紧找你的孙师兄，不管怎么样，让他帮你先把课给付了，这样我们房子还有一点希望，真的。我不去啊，有事就找他，有事就找他，那我这脸往哪搁呀？你还要脸干嘛呀？你屁股都没地儿搁了，你整天就吃。来，把你的教案全都给补上。我不写，谁爱写谁写。补不补？我出去溜溜。Thank you.
喂，梅老师，什么事儿？罢课。怎么闹成这样？你可算来了，赶紧去劝劝吧！再闹下去，学校知道了，收不了场了，赶紧了。好吗？我不会让你们停的，直到你们喊累了为止。都给我坐下。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会被学校开除的？开除就开除，我不怕。我也不怕。我怕，我怕你们连累我，我怕你们害我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梁老师，我们也都是喜欢您才罢课声援您的。就是啊，梁老师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为什么呀？好，老师告诉你们为什么啊。我先跟你们说说我为什么不写教案。因为我觉得教案这个东西是形式主义，它的存在没有任何价值。我只要认真的备课，给你们认真的上课，我不需要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。但是今天这个事发生以后，我现在马上回家补教案。我为什么？我是为了你们，我是为了不让学校处分你们。你们来读书不是为了父母，也不是为了老师，是为了你们自己。同学们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省点心吧。还笑？李欣，上，把黑板擦了。李小亮，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啊，今天我也得谢谢你们，是你们让我感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自豪。自习吧，啊。你不说了不写了吗？不是为我写。那为谁写？为我的学生。我要是不补教案，学校就给我停课。我要是被停课了，学生就要罢课。学生罢课，学校就要开除他们。你想想，我学生要被开除了，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安生。哎呦喂，高风亮节啊，梁鸿明。哎，你这种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情操，让我也享享福呗。你别给我添乱了啊！我在这补教案呢。我特想知道，哎，你说你那些学生为什么那么待见你、喜欢你呢？我特别好奇，你说我老公身上到底有什么优点，这么吸引他们，像吸铁石一样把所有的学生都吸到身边来？说呀！你呀，我跟你说，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知道我学生怎么说的吗？今天，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老师。听听，提气，小嘚瑟。那就是说你在大学里头有好多的粉丝儿呗。客观的说，的确如此。哎，那粉丝儿不都是有法号吗？什么？玉米呀、啊，凉粉啊，盒饭呐、啊，饭盒不？哎，你也可以叫凉粉哎！不对不对，不能跟人重复，凉面也不行，老师太面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凉皮儿，你就捣乱吧你！什么凉皮儿、凉面？我觉得还是我梁鸿明，红枣，补血补气，你看跟老师这个职业挺般配。你知道我们校园网人家学生怎么说我吗？说我是徽州四大才子之首。你是唐伯虎吧？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世人看不穿，看不穿。你真是有点疯癫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给我闹出半点绯闻的话，我就把你当杂草给咽了，信不信？哎呀，你快睡觉吧。
人家在这儿补教案呢，你这捣乱，心虚呢。我都去写串行了，这都。哎呀，我还得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嗯。以后你必须留个心眼儿，别整天干那种树大招风的事儿，遭人暗算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睡了啊。哎。表哥的女儿进托儿所的事情，我给你办。谁表哥呀？刘乔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儿全怪你哥。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诗确实是我写的，但我真不知道他拿这诗去骗你去了。你说我一堂堂大学老师，我怎么可能帮着他去骗一小女孩呢？那我不禽兽不如了吗？